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冲天挑战的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技术进步的浪潮，工业不断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在不断的改变。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里，社会却越来越分散，人们的孤独感也日渐强烈。在国号时代城，我们通过借鉴过去以往积累的社会智慧，并将这些黄金法则运用到未来规划中，希望以此培养一种真实而持久的幸福感。当您进入国号时代城时，四通八达的地下行人网络和带遮雨棚的地面人艺术渲染图形道，能让您更方便地去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这里，汽车不再是人们出行的必需品，步行以及便利的地铁交通网络能让您为城市的绿色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生活在国号时代城精心打造的社区里，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融入学习、娱乐、工作和生活的文化中，感受这个社区蓬勃发展的活力。灵活的空间设计、丰富的光影变化和高品质的材料运用，这里能满足你对美好生活的所有设想。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奔波劳累一天后，就能回到这个温暖的避风港，和家人一同感受最真实的幸福。作为国号时代城家族的最新成员，明慧庭院能让您在活力四射的国号时代城里兼得一片自然的宁静。在此，您既可体验城市生活之便利，又可欣赏自然花园之静美。明慧庭院开始于底层的石窟花园，拥有高天花板的大厅，里面的氛围会随着时间而微妙转变。这是由玻璃电梯天井所带进空间的不同光线造成的。在白天，整个大厅明亮而轻快，而随着黄昏的临近，大厅开始变得安秀与私密。刚到三楼的花园露台，迎接你的便是这满眼郁郁葱葱的绿色，以及穿插其间的全套公寓设施。在这一片大草坪上，瑜伽、冥想，或是任由孩子自由奔跑，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面对如此美景，沏上一壶好茶，邀三五好友，品若赏荷，不亦乐乎。在花园露台的一角，温泉和按摩池两两相依，绿荫成伞。您即可在气泡按摩池里放松肌肉，也可在温泉里浸润心灵。在美丽的仲夏花园里，50米泳池波光粼粼的水面，让您禁不住在里面游上几个回合，亦或是在池边躺椅上享受日光，读一本好书。泳池一隅的俱乐部拥有一应俱全的厨房设施，是活动与派对的理想场所。而健身房里则配备了各式相机健身器材。与网球场相连的运动亭，是您运动之余与家人放松的最佳场地。墙上的大屏幕可观赏各类体育赛事，精彩连连。屋顶花园上的四个观景亭，让您可以一边观赏城市美景，一边在不同美食主题的亭廊里举办美食派对。通过明慧庭院，我们希望展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时代，我们更应追求生活的简单质朴和精神的幸福满足。我是苏培军，是开发商指定的销售团队，欢迎您致电销售热线96971131询问，希望早日与您会面，谢谢。